这一身红妆，衬得你越发的美了。外面那个兔子灯还喜欢吗？殿下送的，自然喜欢。那就好。这块玉佩。 兜兜转转，终究还是你的。此玉如我心，希望你好生珍重。还有，无论你信与不信，今夜我对你所说，都是真心话。我与你。 想好好过日子的心，也是真的。多谢殿下惦念，我会铭记于心。我们喝一杯。殿下不是从不碰酒吗？ 今日为你可以破例，不知你是否知道，本王为何不喝酒？我在八岁那年，亲手用一杯毒酒送我母亲上路。 其实梁妃并不是我的母亲，梁妃是通过我的母亲才坐上妃位的。但是当她坐上妃位之后，却用一杯毒酒毒死了我母亲，还将她的尸首扔到了井里。梁妃如此践踏我的母亲。 如仆如婢，让他生不如死，活得跟蝼蚁一般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但是当时我觉得只不过是尊卑有别，理所应当罢了。<笑>后来我知道这个秘密了，梁妃为了试探我，就让我端着一杯毒酒。 送给我的母亲，奴婢有罪，不能玷污殿下的手。 不想让我手上沾着弑母的鲜血，哼！但终究还是我害死了他。所以啊，我每每看到这一杯酒。 就会想到我亲生母亲在我面前惨死的样子，而父皇呢？这一切他都知道。无论我怎么努力，他都不会对我另眼相看，因为在他的眼里。 我只不过是他一夜风流的耻辱罢了。你说你不喜欢我那些手段，其实我也不喜欢。
但我没有选择。安然，今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都是心里话，在你这儿我再无秘密了。心里盛开的花朵，我希望从今往后你我夫妻二人可以荣辱与共，此生我只喝这一杯酒，这口交杯酒是我对你的诚意还有真心。千百口也不过是欲望争夺，抱怨只是弱者的绳索，捆绑着每一次的软弱，那不是我应有的气魄。从未放弃过，也曾奢望过，对于岁月不敢去蹉跎，然而却安然，我知道曾经我们之间发生过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但现如今你嫁我为妾，我也便信守承诺，护你陆家上下老小安康。我希望你可以长长久久地陪在我身边，陪着我完成宏图大业。我想给你无尽的荣耀和满满的风光。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殿下让我如何看你啊？我已经坐在这里任殿下摆布了，若殿下有不满意的就告诉安然，安然改就是了。你若是不愿意，不必如此，本王堂堂庆王绝不会强人所难。既为王府妾室，当伺候殿下左右，若殿下不想强人所难，那我自己动手便是。洛安然，难道在你眼里本王是好色之徒吗？妾身不敢，妾只是做妾的本分。洛安然，洛安然，洛安然，我告诉你，本王有的是一个人，不是行尸走肉，你这么做只会让本王觉得索然无味。洛安然，洛安然，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，惹怒了我对你没有好处。早些休息。殿下，若你不在这房中留宿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府中了？
小姐，你还好吗？像穆泽这样骄傲的人，不会对我这一具尸体感兴趣的。是我赌赢了。殿下，夜已深了，你也该回府休息了。殿下，自你白天接万青回来，就没离开过营造房，你还是出来透透气吧。殿下，你看这儿，那还有这儿，哦，还是，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殿下，这片也有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前几天还好好的，就昨天开始，陆陆续续的断苗都开始枯萎了，而且还一茬接着一茬的倒掉，病恹恹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齐王殿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清枯症，多发于晚稻灌浆期。因为断水过早，遇干热风，加之施肥过剩导致的大面积清枯。还有救吗？缺水浇水就好了。来不及了，肥雨入土，浸润整片水田，只能烧掉重新养好这片地了。这可是殿下悉心培养的安心稻啊，眼看就要丰收了，怎么短短几日就出这种事啊？万物皆有灵，人多善变，植物也是如此。培育了半年有余，你我都尽心尽力了。殿下，真的要烧掉吗？通饮一汪水，染病是迟早的事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害。主峰，殿下，拿火把来。是。哎呀！你可知道这是什么道啊？是什么？安心道。你可知道这其中的寓意啊？温饱无余，使得安心。这安字是安然的，是不是将这稻子种遍这大汉的田野各地，生根发芽，也算得上是你的足迹踏遍这万里山河。所以这安心，求的其实是我的私心。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结局了吧。好了。殿下怎么还不来啊？王妃莫急，殿下总要招待一下宾客，等宾客走了，肯定是要回到王妃这里来的。那是当然。
这是我入府殿下送给我的金丝翠玉簪，你去前院偷偷给殿下，他就明白我的意思。殿下他来不了了。什么？听殿下院里的人说，陆安然进门后直接就被抬到了殿下的房里，奴婢去前院看了，殿下已经回房了。你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王妃消消气，殿下也是男人，不过图一时新鲜，他的心还是在您身上的，这不是已经将您抬为了王府正妃吗？都是皇家玉蝶，明目在册的，那妾算什么东西？不知他姓甚名谁？说得我多在意正妃的头衔似的。我要的是殿下，我要他的心。王妃，殿下来了。王妃，您看，殿下心里看中的还是您，这不就回心转意了吗？快给我插上。好啊。殿下，我等了你好久。殿下，王妃，奴婢先行告退了。殿下可是喝酒了？殿下不是从来不碰酒？殿下方才可是跟陆安然喝的酒。你若是再提他的话，那就扫兴了。你对他可真好，又是为他挂兔子灯，又是为他喝酒。他若不把我这个正妃放在眼里，你说怎么办？本王的王妃这么说。究竟想做什么呀？既然我现在是庆王府的主母，按照规矩，明日他应该跟我敬茶请安才是。可我担心你心疼他，毕竟之前还因为你纳妾跟你生过气。既然是规矩，那明日就好好教教他规矩。他只不过是个妾室，你对他不用这么小心翼翼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小姐，喝了此药，此生便不能有孕了。我知道。小姐，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没有。小姐有没有考虑过，即便是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，若你与秦王殿下还能在一起呢？不是每一次都能像今晚一样侥幸逃过。难道你让我去赌穆泽的耐心吗？我与穆川之间已然无缘，这本就是凭着一腔孤勇，若现在还想着退路，又如何能成事？我看过落下，失去在天际，却照亮明月，如思念当空。我看过明媚，又暗流涌动，
从前，现在还没到哭的时候，马上就是林夕的头七了。我们与萧金雀之间的私事，也该好好了断一些。他来多久了？半个时辰前便候着了。哼，装模作样。既然这么着急敬这杯茶，嬷嬷，你去把茶杯蒸一蒸，这样才好体现出他的诚意。奴婢这就去准备。妾身见过王妃。茶来了。怎么，不愿意？不敢。双手奉茶才显诚意，做妾的连这规矩都不懂吗？王妃，请喝茶。陆姐姐神色有些倦怠，是不是昨夜没休息好啊？也是，毕竟费尽心机嫁进王府，结果殿下的心思根本不在你身上，是不是很失望啊？大胆，靖王妃的茶杯也敢摔碎，这是要诅咒王妃吗？还不跪下谢罪！这地上都是碎片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。冬青，不得无礼。既然你不服，没什么不服。小姐。是妾身做错了，还请王妃责罚。陆安然，你发什么疯？这是你自己要跪的，我可没逼你。是妾身失手打翻了茶碗，惊吓了王妃，请王妃责罚。你不是很能耐吗？你突然做小伏低给谁看呀？
是不是有什么计谋？你滚吧，别在这脏了我的眼睛。谢王妃。萧军确实分明是诚心刁难，萧姐怎么这都能忍呢？今天这个教训，表面上是萧金雀嫉妒心切，借题发挥，实际上是穆泽敲山震虎罢了。是因为小姐昨天拜了庆王的兴致，所以他才借机敲打你吗？是，他想让我知道在这府里，该顺着谁，又该向谁低头。若不受点伤，待会儿见了穆泽，怎么跟他服软？又怎么利用他给灵犀报仇？待会儿，我们一定能遇到亲王吗？他每日练完剑，都会从此路经过。陆安然。腿怎么了？妾身失礼了，还望殿下责罚。来坐。是妾身没仔细看路，不小心跌倒了。本王看这个伤口像是戾气所致，不小心跌倒，怎么地上有瓷片吗？或许是地上的石子太过锋利了。陆安然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这番话特别顾全大局啊？但是在本王眼里，你是不识抬举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妾身并非顾全大局。本王倒是希望你可以跟寻常女子一般哭闹一番。本王有这个能力为你做主，平了你的委屈。今日之教训本就是殿下给的，难道妾身要求殿下惩罚自己不成？你倒是不傻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妾身已然明白，这里不像苏城，不像船上，可以任妾身自在胡闹。在这府里，妾身能依靠的只有殿下。陆安然，你说这些话，本王真是有些恍惚了。你那些手腕还有计谋都去哪儿了？若妾身真有过人的手腕，又怎么会落得如此境地？灵犀又怎么会死在王妃的手上？所以我怕了，怕自己入睡后便再也醒不来了。本王要告诉你，既然现如今你是本王的女人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会伤害你半分，记住了吗？嬷嬷，这件事情要是被殿下知道了，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毒妇啊？王妃莫慌，您今天这番教训原就是殿下的意思，殿下又怎么会责罚您呢？您新进了位分，这几日好些人都送了礼来，不如好好瞧瞧。
也好帮殿下留意值得结交之人，这才是正事儿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快把那些东西给我抬下来。是。小姐，慢点。等我一下。来，小姐。没想到庆王竟然亲自给小姐上药。他想要一个温顺乖巧的妾，我也不介意偶尔半生一半。毕竟我需要刺激刺激那个心性不稳的萧金雀来我院子里闹上一闹。冬青，昨日我让你送给王妃的礼物你送过去了吗？小姐放心，小姐的礼物与贵妇们的贺礼放在一起都是毫不逊色的。她喜欢什么我可太了解了。胶东产的冰种翡翠，工部侍郎的岳丈掌管着胶东最大的鱼市行，这回倒是出手阔绰。冬青，你去把那葡萄架边上的地面收拾收拾，一会儿王妃来了，别再没地方跪。记得提醒山月，将亲王殿下请来。这出戏，少了他可不行。放心吧，小姐。王妃，您看看，条件喜欢的留下，其余的，奴婢便送进库房保存了。待会儿将李丹的名册理出来，您瞧瞧便好。哎，这个不错，水头足翠杏夹，是个难得的好物，好看吗？王妃光彩照人，戴什么都相得益彰。见过王妃。刘管家来了。王妃，这是小厨房新炖的燕窝，刚刚做好，特地给您滋补养颜。我哥哥说，虽然你的儿子不成才，但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在军中谋了一个采办的肥差，日后嘛，就要看他自己造化了。谢王妃，您和萧将军都是我们家的恩人，日后老奴做牛做马也在所不惜。管家请起吧。谢王妃。王妃，老奴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尽管说便是。王妃要小心这个妾室，早上您刚刚责罚过他，出门后没有回到院子，反倒在花园碰见殿下，殿下还亲自给他上药，此女颇有心机啊。我说他怎么就自己跪下去，原来是去殿下那使苦肉计。才进门就使这种手段，王妃这可得好好教训一番。走，叫你们主子出来。你们干什么？出去，放肆！给我滚出去！嫁为人妾，哪有什么东西不是亲王府的？丫鬟一个个都如此口无遮拦，陆夫人教出来的丫鬟，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不懂事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放开我！小姐。王妃，我自觉没有得罪过你，为何来我的院中这般羞辱我的人？你有话不妨直说。陆安然，你做什么事心里没数吗？你是不是又去殿下面前告我的状？
殿下，还请您去救救我们家小姐吧。外头传闻陆大小姐果敢聪明，又是开商号，又是通河运，还能和船工一同出海，堪比男儿郎。怎么我让你跪个茶碗你就要死要活？王妃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心里有苦可与殿下去说，不必来我的院中腹诽心谤。小姐，你还在这里跟我狡辩？你做的那些事情府里的人可看得一清二楚。你是王妃，我自当顺从，但我也绝不允许有人无中生有，欺人太甚。你还顶嘴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去！我们萧家好歹是陆夫人，你怎么能下此狠手啊？陆夫人怎么了？我还庆王妃呢。有本事你再去殿下面前告我的状啊！陆夫人，奴婢特意为你挑选了最柔韧的竹篦，泡了水打在身上，又疼又痒，可是呢，它偏偏留不住疤。陆夫人这回啊，就算告到殿下跟前，殿下也不会在乎这蚊子包似的伤。参见殿下。殿下，小姐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，他最会装腔作势，装无辜，装可怜，他刚刚倔得很。不是本王看见这样的，那本王倒想问问，这个鞭子是自己落在他身上的，还有膝盖上的血也是自己磕破的吗？殿下，是这陆夫人不敬王妃在先的，王妃只是小成大戒而已。哼，小成大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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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个小成大戒！王妃，我不过是个妾而已，自当以你为尊。你怨我抢了你的恩宠，你容不下府里多个女人，我都理解，甚至将灵犀推倒在地，让她失血过多而亡，我都没有向你讨要过任何说法。失血而亡。可是他目无尊卑，三番五次顶撞我，我只是轻轻推了他一下，我不知道他死了。是啊，轻轻推了一下就推死一条人命。是奴婢失手杀人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王妃，你可知道灵犀从小与我一同长大，我俩情同姐妹，他却死在我的院中，不是我不在乎，是我知道尊卑有别，知道殿下不喜欢后院这些勾心斗角，我都已经忍让至此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萧景雀，本王让你管理后院，你就是给本王这么管的？不是的，殿下，我冤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灵犀已经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王妃与殿下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不想参与，我有些累了，先告退。殿下，有件事情我认为你有必要亲自问问王妃。王妃手上这镯子是哪儿来的？这镯子怎么了？这是胶东产的冰种翡翠所制，水头十足，翠性难得。我在行船至胶东时有幸窥之一二，这镯子的成色足以买下十栋我陆家的私宅。这是汉卿命妇送我的贺礼，我不知道会这么贵重。灵犀的一条人命，王府的名声都比不上王妃一时高兴重要吗？
东京。在。灵犀死在何处啊？回殿下，就在那葡萄藤下。来，给本王过来。跪下。本王让你跪下。坚定的背影抵挡涌动。